这一场我们是由 KOX 对战我们的 Archangel。OK。希望两边呢能够打出精彩的比赛，可是希望他们不要一直重赛。对，希望不要再有 trouble 了。希望他们不要一直重赛啊！那这个啊，这个我们不要消费，我没有消费别人嘛。这个希望两边都是能够好好的把比赛打完啊。OK， 反正有争议，大声就能搞定啊。公道价八万一，对，就是比赛中你有什么问题呢？ Okay. 就是、对啊，你看学他们很有风度，大家开场都先来个请多指教。对，就大家请多指教。对，然后结果比赛完之后就大声就能搞定了。对，反正我是觉得比赛你里面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比完或者是怎么样，当场就马上讲出来，因为你比完之后死无对证的。对，那。就是有什么问题，大声就能搞定啊！所以其实比赛嘛，有输有赢，跟投资理财一样，就没办法，这个就只能各凭本事啦。OK， 那选手等一下准备开始，就是这个 KOX 和 Archangel 哈。OK， 那大家那个有奖征答可以赶快去填，有填有机会，超级好中的。他说脑残麻风钢弹 MK2， 大家还是要填证明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脑残麻风感觉就很可怜啊。去吧，脑残麻风 MK2， 然后出来就是，然后丢飞弹这样，很尴尬，丢不准这样。啊！有人晚餐还没吃 ，hungry。OK， 那他们可以准备开始喽。好，那这边的话 ，Skidis 就要准备开始啦。怎么了？就接触过名媛。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啊，这个我们等这场比完，我们看一下时间。如果说 OK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放个一两场跟大家玩一下。如果时间不够呢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就是等到下一次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一场第二场的下半场的比赛呢，由我们的这个 KOX 大战我们的 Archangel。那这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啊。OK， 那希望呢这一次不要再有所谓的幽灵出现了。七月半还没有到呢，幽灵希望他不要再来啦。那你回来了。对。辛苦你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地图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从上帝视角的，没错，没有任何的遮蔽物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绿色的那个月黑风高，它使用的 V 二暴风钢弹，很帅哎。还行啊，这个它让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风筝这样，看起来非常的像。哦，怎么去这？不小 KOX 的队长，对，红队这边小剑 KOX， 工会会长就是 Blaster KOX， 他们的队名证明嘛，让大家知道一下。你是咧两叉叉，他可以拉近一点，拉近一点，对，这样够近吗 ？OK， 可以一个一个看。好，你看一下月黑风高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他这很像举一个盾牌。对啊，我就觉得你们打不来。哦，对 ，OK， 还是被揍了、啊。在空中就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嘛。有人说你刚刚好热血，一定要热血啊！比赛就是要这样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个粒粒笨笨，这个欧密码的粒粒笨笨，这不是正义钢弹，这是什么什么流星装备 ？S 钢弹，流星装有流星装备吗？深度强袭，对对对 ，S 钢弹深度强袭，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机关枪哦。拉近一点，让大家看一下，看起来非常的帅气。但是通常这种远程的都是属于一个偷偷在暗角射的哦。对，他现在正在高处，他已经到制高点。高处不胜寒。对，哦，这是他们的队长小剑 KOX。我在这边发现了敌军的踪影。我发现他们都是黑色集体耶，比较帅啊，很团结。我也比较喜欢黑色。还是说好，对。好，在角落这边发现了卡夫杰尔，在这边正面交锋了之后，一个缠斗。交锋，赶快躲下来。哇，下面竟然也有敌军在埋伏，被包围了，被包围了。
血量有点点低，现在一摸完就死了，摸到就死了。队友，赶快上前掩护，掩护、哦！这玩意被发现了，尴尬。对，哇，那这边的话，勇者威能就是队队必备的雅凯，凶残啊，这种对人小背包，看雅凯是否能够拯救世界。卡夫杰尔应该是他们的队长吧 ，Archangel 的对不对？现在这边的话，感觉 Archangel 这里有小小的顺利一点点，因为看情况的话，感觉你看跟这个对方已经被完全逼在一个角角了。对。那么红色这边已经是完全被切在一个角角里面了。是 Archangel 现在是稍微占一点点优势啦。我只是感觉啊，嗯，是。来念一下代币。莉莉 G G F F V 二。哇，好流畅啊！是不是？强强强！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刚刚原本遇到了深度强袭之后，深度强袭利用他的这个移动能力呢，直接离开了这个战场，他所以也是被然后补掉了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的月黑风刀已经失去战斗能力，小剑 Q X 也就是我们 Q X 队长也已经失去战斗能力了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看看下一只神奇宝贝，不是下一只钢弹会哪一只会出场呢？这边 GGGG 被缠上了雅凯，血量很低很低，把爆掉了，爆掉了，尴尬了，那不是挂了之后巨人解放，感觉利用瞬间移动之后血量大概只剩下一米米，约5%，又爆掉了 ，GGGG 各种残杀，但这里最后 GG 笨笨剩下最后一条命。对方还有三个人，这就是1-3吗？三英战吕布，吕布，吕布感觉要爆掉了。但这里他在高空中非常危险，大家随便看、随便瞄都可以射到他、哦。哇，已经被缠上了，被缠上了之后，就是慢慢在这个倒下前呢、啊，仍然带走了勇者威能，垂死的挣扎。因为这边勇者威能还有一条血，我又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之后又是一条好男人。那这里的话呢，一级笨笨最后一条命，一点点约10%的血量，这种逃命。各种挣扎，之后没办法被看到了，这边往上飞，哇，爆掉了！这个没办法，我觉得他最后挣扎已经很好了。对，就挣扎的蛮久的。那这个我们就只能恭喜他了。是，恭喜我们的这个 Archangel 获得第一场下半场第一场的比赛胜利。对。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好像蛮热血的、怎么了？没事，有换队名。你以为他拼错字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想说你有换吗、哦？好快哦！结果第二场如火如荼的马上展开了，哟！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。要开毁灭世界哟！好的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是我们下半场第二场比赛，哇，是沙漠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使用一个最经典的上帝视角啦，开阔式的场景。没错，这从上帝视角就可以完全看得出来两边的这个走位啊、哦。这边架起盾牌都不要过来，是的，全部都给我后退。好、哦，这边卡夫杰尔、哦，为什么要点点点呢？是觉得这地图很烂，有点没有心理，很没心理准备吗？这张地图蛮难打。我觉得这地图就是拼运气，谁先把就是我们正面对决，谁先射死谁。这就是如果是以我们其他游戏的话，就是所谓像以 CS 来说，就是拼枪，就是正面对决拼枪。对。然后拼技术，拼这个操作，因为你看这张地图其实没什么遮蔽物啊。完全没有，不是没什么，是完全没有遮蔽物。它可以用地形挡，可是就没有那么强。对。这张地图真的超烂的，不是我来讲，我连自己在玩的时候都很讨厌遇到这张地图。可是你看他立场打开都不要过来，感觉压力就很大、哦。我举起盾牌都不要过来。哦，两队现在是持平。好、哦，那这里我们是一笨笨，刚刚上一场的这个勇者吕布哥，1-3吕布哥现在正在存活当中，一笨笨剩下最后一条血了。S 钢弹躲在后面哦。他现在一个地图炮，但是他在打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他看见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对，那演唱会是难怪今天幽灵那么多。台那个什么那个演唱会是台下的朋友，他刚刚大决打完之后，灵界的朋友们，对，快接受我的大决吧。那这里的话，叽叽笨笨剩下最后一条血量，但他有点那个停住了，好了，被应该是中招。嗯，可能叽叽笨笨也是血量有点低。刚刚是被僵化了。对，被僵化了。OK， 血量很低啊！你现在完全被扫厕所啊，直接爆掉了，直接被尴尬，躲在后面。OK， 小熊 KX 也就是
是他们的队长啊。哇！用上帝视角来看一下，各种敏捷，哇！直接爆掉，哇！这真的是不然就被射到，快哦！对对对，这个、okay. 以非常快速之姿，我们就非常恭喜，非常恭喜我们的这个。像观众说，沙漠就是拼火力哦，真的、啊、就是一个，我们就没办法了，因为太快了。我们就恭喜我们的这个非常有风度的说，多谢指教，感谢指教，恭喜 Archangel 连赢两场，二连胜，也直落二，直击败了我们的 KOS。好的，那这个。